外墙瓷砖东涂一块，西涂一块，住户赶紧架起围网。全台莲武镇震出了不少问题，像是这间公寓一走进内部就可以看到走廊墙壁斑驳脱落，原本的裂痕也变得更加明显。原本外观都看不出来，但经过地牛翻身，让民众不得不更加注意住屋安全。专家就点名超过30年的老旧公寓，经过拉皮后，冲着外观改善，房价就能连带提升，但恐怕早已遮掩住危险征兆。或是像这一种一楼公寓租给外人当店面，以为能带来不少商机吗？但小心店家可能会为了装潢打掉重要梁柱，少了支撑变得更加危险。瓷砖剥落更不用说，砸伤人事件时有所闻。或是像这种凹字型 L 型社区以及违法夹层屋，如果没有做好承载试算，面对地震比一般住宅还危险。很简单的情况下，你就先看你的梁跟你的柱子有很明显的开裂，那这样的话你就要注意，你这个部分的房子就可能产生结构性的裂缝了。你的裂纹是大于所谓的3mm，一般我们就讲它叫做结构性裂缝，那时候你就要用结构性的填补的方式去做执行。就怕住到了问题住宅，但眼看房价处于高点，如果刚好想下手买一个新家，其实也可以利用简单的小工具了解住宅是否耐震。我们会建议民众，如果你看屋的话，你其实是可以带包括弹珠，或者是说带一些矿泉水罐，可以去测量这个房子它的一个水平。不管签约前签约后，都得多留意小细节，尤其处于地震带，住屋安全绝对不能轻忽。记者陈志宇、周一蝶台北报道。